第29届澳门国际音乐节，以声乐为主题策划23场不同类型的音乐节目，实行以声作乐，触动心灵。开幕重头巨献，马勒第三交响乐曲，交响经典中的宏篇巨著，由音乐总监吕嘉率领澳门乐团，联同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澳门少年合唱团，以及瑞典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夏洛特·海勒康德携手演出，以百人的澎湃交响乐为澳门国际音乐节掀起激动人心的序幕。飞升国际的英国管弦乐团 BBC 爱乐，将一连两晚分别带来舒伯特的第九交响乐曲《伟大》和艾尔加的《谜语变奏曲》，并与著名大提琴家拉斯洛·费尼奥、俄罗斯小提琴家维多利亚·穆洛娃合作，华丽乐章不绝于耳。凭住超卓的演奏水平，跻身国际古典音乐舞台的马勒室乐团，将在伊萨佩卡·萨洛宁大师出色的指挥下来澳演出，让乐迷一睹他们作为官方欧洲文化大使的音乐实力。由誉满全球的小提琴大师基顿·克莱曼所成立的波罗的海室乐团，堪称最出色的国际室内乐团之一。首场《面具与面孔》演出由音乐与录像完美结合的作品，绝对是超越主流音乐的享受。季节新貌，精选多首跨越音乐题材的乐章，尽显不同季节的风貌。四位才华洋溢的音乐家配上四把接近300年历史、价值连城的斯特拉迪瓦里名琴，成就了一场举足轻重的音乐盛会。斯特拉迪瓦里四重奏，一连两晚为乐迷献上集名琴、演奏家和作曲家跨时代的完美组合。冰岛音乐才子 Oliver Arnolds 将首度来澳，为乐迷带来优美、清澈、细致的雪角之乐。他别树一格的乐风融合了多个音乐题材，首首乐曲牵动着听者的情绪，乐迷不容错过。为纪念中国伟大作曲家冼星海和刘天华的周年诞辰，澳门中乐团冼星海刘天华音乐会呈现两位作曲家多首激动人心的作品，并由两岸四地的指挥家共同担任乐曲指挥，展现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情怀，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隆重献演。备受瞩目的中乐演出还有具民乐翘楚美誉的香港中乐团，将演奏获选为联合国年度十大推荐曲目《精气神》，同场献上充满乡土故事的中乐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中国著名西北歌手阿宝同王义尼以原生态民歌征服观众，红遍全中国。在北京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伴奏之下，他们以嘹亮的歌声为澳门乐迷展现黄土高原的不凡魅力。今届音乐节，多个享誉国际的优秀合唱团将轮番上阵，在澳门世遗建筑内献上最动人悦耳的人声合唱。载誉归来的西西里岛抒情合唱团将再度于玫瑰堂献演多首意大利作曲家的惊世圣乐作品《圣土颂》，让观众细味一场气势宏大而又神圣温婉的音乐之旅。由五名男歌手组成的以色列五重唱，一直致力演唱和研究被遗忘的音乐瑰宝。在玫瑰堂举行的两场音乐会，他们将以动人的声音带来多首隐世经验之作。以人声管弦乐团扬名的美国男声合唱团 Chantiki 曾两度荣获世界格林美唱片大奖。一连两晚的演出将为观众带来多首从文艺复兴时期到近代爵士音乐的合唱作品，最乐美声令人神迷。极具感染力的声线，来自北欧的著名女中音夏洛特·海勒康德将联同钢琴家安德斯·基尔斯顿
带领观众走过北欧音乐质朴无瑕的风景，北欧之声惊艳四座。悠悠秋风下，在澳门大炮台将会上演三场不同风格的户外音乐会，以靓声靓景为观众带来一流的视听享受。追乐女伶由三位殿堂级女歌手 Patty Austin、Janis Siegel 和陈洁玲带来多首爵士追乐，以乐会友。适逢爵士传奇女歌手 Billie Holiday 诞辰100周年，届时三位女伶以歌声向一代爵士女神致敬。人声唱机由台湾原住民乐团、欧开合唱团以及香港地下无伴奏合唱团 Karate 跨界接力献唱，施展浑身解数，为乐迷带来一场充满活力的美声派对。蒲耀风韵由葡萄牙手风琴四重奏组合 Dancers Sogudas 和著名法多歌唱家 Bethru Modinu 在大炮台轮流献技，让观众享受一个充满蒲声风韵的晚上。今届音乐节重金打造两套歌剧佳作，精致的独幕歌剧《莫扎特与萨里埃尼》，讲述音乐史上最大的阴谋，在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精心编排的音乐之下，默默扣人心弦。由莫斯科新歌剧院与澳门国际音乐节精心打造，将于钢顶剧院首度上演。压轴呈现由芝加哥歌剧院与澳门国际音乐节联合制作的歌剧瑰宝《古乐五幕歌剧浮士德》，改编自戴文豪歌剧的同名诗剧，深情婉转的歌声刻画人生的矛盾，一部探索人性的旷世巨作。制作特别保留第五幕的芭蕾舞表演，配上华美的音乐、创新的服装和布景设计，带领观众回味法式大歌剧的辉煌岁月。澳门国际音乐节一如以往着重建立交流文化平台，多场讲座、工作坊、大师班及社区推广等延伸活动亦将与音乐节同步展开，不单只为本地音乐学子提供交流机会、开拓视野，更为广大市民提供多元化的音乐欣赏活动。此外，今届音乐节特设两场艺水清英本地年青音乐家专场，为多位富有才华的本地年青音乐家提供展演才华的舞台，成就梦想。第29届澳门国际音乐节门票于8月23日起公开发售。